为大家介绍 Doing S 的外接 GPS 模组，提供云台位置资讯跟速度资讯，提供云台演算法的参考，而提升云台加速时的稳定。为大家讲解它的安装方法。这个板子会对这个是。安装这块板子之前啊，那我们 Doing S 在机身的部分两边。一边有装追焦器，另外一边呢安装了保护盖。安装之前，你必须把这两颗螺丝先拆解掉。上到镜头。